础。感谢艺术为我们用琵琶的琴弦编织了一幅华丽的音乐画卷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富有韵律和情感的世界。在澳大利亚妇女联合会前行的道路上，有一些特殊的支持者，他们默默奉献，给予了宝贵的时间和关爱。今晚我们要颁发 AWA 挚友奖项，感谢他们 与 AWA 共同携手为妇女权益倡导的无限努力。他们的支持和奉献为 AWA 的事业增添了坚实的力量和温暖的光芒。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 Nancy 会长和 Helen 荣誉会长上台为今年 AWA 挚友奖项的获奖者们颁奖。现在首先要公布的是六家获此殊荣的企业，请听到名称的企业代表来上台领奖。刘纳新国际豪宅地标投资置业，金石财富 Golden Rock Private Health Multicultural Alliance Australia SYI Group 华为以及 EF Australia Skin and Laser Clinic。有请六位获奖的企业代表上台领奖。下一位有请华为的代表。接下去有请 BF 的代表安娜。有请我们 SYI 的代表。代表你的名号已经老飞走飞了已经飞走了。是19位获奖的个人名单，请报到名称的个人也能够上台领奖。张雅琪、张秀平、何晨金、郭逸璇、和平、Penny Tao、Joyce Tang、Lisa Hua、Vivian Avidikian、Emma Wong、Jenny Wong、Doreen Wong、Lara Wong、Sammy Liu。叶腾芳、李念成、洪晓明、廖时静，以及我们今晚的特别荣誉奖 Cecilia Chen。由于 Cecilia 今晚正在
送上崇高的敬意和感谢，也祝贺你们获得这份荣耀，期待你们与 AWA 继续携手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。好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站在中间来合影一张。请到我们前台来领取你的奖品。